哇，我不喜欢吃酱的嘞，怪怪的嘞。大家好，我是 Miss Hippo， 你们看谁回来啦？ Hello， 就是我的老公。你们有没有想他？因为他很多我很多个 video 没有他了嘞。自从他在那个 Japan 哦生病哦，就没有上我的 video 了，好，对不对？是 Miss Hippo。OK， 今天呢，我要 try unique 的 cup noodles from different country， 而且他不喜欢吃 cup noodles 哎，他很刷菇的，我一定要叫他。因为可能他会找到他的最爱，在这边啊，对不对？还没有 try，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OK？ In this world， got two food 是最好吃的。我先跟你们讲， OK？ 第一个是什么？懂吗？ Egg 哦，是最好吃的。第二个呢是 cup noodles， 因为呢 cup noodles 哈，我不喜欢吃 cup noodles。Shut up 啦。Cup noodles 啊是最好吃的 ，because you know why？ Why？ Of course 不可以每天吃辣，因为这个是不 healthy 嘛。不过呢，我们久久吃一次，你们哈、哦、有时跟我一样会想念这个味道的嘞。有时我们哈、哦、很懒惰煮的时候，或者是很 busy 的时候 ，this is our 救星。OK， 我们就要 start try 了哈。OK，let's、okay? go。OK， 现在我们 try Korean 的 cup noodles 先 ，OK。现在我 try 的这个呢是Korean 的 cup noodles 啊，它是好像那个 tempura 乌冬，都是乌冬是在 Japan 的吗？把他们这个是 Korean 的，所以我要 try 看看。哦，是这样的嘞，它有这样，这个是炸的吧？它现在落到水了，就有一点啊碰碰了咯。所以呢，还有它的面咯，就这样。OK， 你懂哈、哦？我吃哈、哦、cup noodles 啊，我最喜欢那个面是有一点带一点硬的，我不喜欢 soggy 的嘞，因为 soggy 哈、哦、能能够不熟干嘞。soggy 我不熟干 soggy 啊，我熟干它不叮叮的。你呢？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哇，我吃软软的。嗯，你看 ，That's why 不一样的吗？个人个人不一样啊。但是我跟他 share 的，因为我喜欢吃硬的，他喜欢吃软的。对对对对。OK， 现在我要 try 这个所谓的 tempura。它是香啦，把它已经冷冷了，把它里面是硬的哈。OK， 现在哇，它要吃那个面了。嗯，这个面它所谓讲乌冬啊，不是白色的那个乌冬啦，它是面来的。OK， I try 啊。这边还有紫菜啦，你看紫菜。这不是紫菜，这是海带。我 try 那个汤 ，OK。这个哈、哦，我觉得它 taste 是很。不是说很 wow， 就是说 normal 咯、可以吃的啦。I think 你喜欢啦，我比较喜欢吃一点的 special。我是不喜欢呢。啊，你不喜欢啊？哦、OK， 下一个就是炸酱面。炸酱面是 Korean 最 popular 的一个炸酱面 ，but 以前我们去 Korean 没有吃过炸酱面，所以我后有一天我们去 Korean 可以 try 他们的炸酱面 ，because I 看那个 drama。金嘴，还要讲炸酱面嘞。OK， 现在我要 try 哈，这个炸酱面看好吃吗 ？OK。为什么是干的？炸酱面就是干的咯，他们是面，然后他们的sauce 淋下去哦，就是这样吃的，所以这个是干的。干的没有觉得什么味道哈、哦？没有味道。嗯，很奇怪的味道。我不喜欢啊，讲真的。OK， 这个是什么 flavor 啊 ？OK， 所以你懂那个 rice cake 啊，那个 tteokbokki right， 它的 sauce，、它用那个 sauce right 煮那个面。哦、OK， 看起来哦，好像是 chili， 好像 kimchi， 但是 tteokbokki 的那个 sauce 哦，我们来 try 看看 ，OK？ 看起来很辣这样哦，应该是不会吧？我看一下，我不懂哎，我拿一点先啊哈、哦，怕是辣，辣哈、它有点甜甜辣辣。的味道，我不喜欢吃的，我多数哈是喜欢吃汤的嘞，我不喜欢吃酱的嘞，怪怪的嘞，我不喜欢嘞，它的味道不是辣啦，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你看它的后劲就来了嘞，它的辣后劲，可能哦这个哦煮豆腐鸡比较好吃吧，哈哈哈是不错吃啦，只是说不是很喜欢，因为它有点甜。OK， 今天我们吃的是中国的对吗？现在我们是吃中国的 cup noodles。OK， 我们看，咦，你看。很 special 嘞，它的筷子在里面，然后多数cup noodles 的 noodles 是干干的，这个你看，好像是我们在NTUC 买的那个要炒面的那个面一模一样嘞，你看这个。
个是那种fresh 的，好像 fresh 这样的啦。OK， 这个是小龙虾风味呀，中国哈、哦、西北流行哈、哦、小龙虾嘞。然后这个呢是红油面皮，你看他们很奇怪哈、哦，中国的 Maggi 米全部是这样different 包装的哦，它的面，嗯 ，OK， 我也是看位置出来，这个也是 dry 的。因为它是红油耶、yeah, 我很喜欢吃红油抄手，所以红油应该是 my favorite。 OK， mostly 哈 cup noodles 都有 instruction 叫我们讲煮，不过有时候、哦、他们放在那个它的那个包装那边很小嘞，对这种老安哥啊看不懂，又不会，又要戴眼镜，而且又看不到，还要拍照、zoom 大大个才看得到。你看这个很好嘞，你看这个它的，你看这样大个嘞， confirm 哈会煮。OK， normally 哈、哦、cup noodles 我们需要放在烧水哈、哦、3 minute 吗？这个很 special 嘞，因为它不是好像 like fresh 这样的那个 noodles， 它只要60 minute 而已嘞，就是 60 seconds。所以呢，我自己现在要放这个调味料进去，这个应该是它的辣椒，这个是它讲是酸豆角，酸豆角帮你放来哈、哦。嗯，这个嘞，芝麻跟调味料。哦，这个是有点芝麻酱这样的，然后、哦、又加那个 chili， 然后、哦、那个酸豆角是也是有辣椒的。OK， 现在我们来 try 这个中国的 cup noodles。我没有看到小龙虾哩，它只是它的 sauce 的味道啦，你还以为有小龙虾在里面啊？嗯，它是好像有点麻辣，很奇怪的，中国的 everything 哦，他们的辣椒哦，你吃起来好像有一点。麻辣的味道的，因为中国那边流行，不过它的味道很 strong 啊、哦。嗯，会不会？它的那个、哦、酸角冻啊、哦，很脆耶。他们、哦、去腌制，然后很脆耶，不错耶。哦，好像是 long beans， if I'm not wrong 啦。嗯，喜欢吃辣的人就可以 try 这个咯。连它的面会比较特别，它的面、哦、比较好像 yellow noodles 这样，他讲哦，不错哦，嗯。OK， 现在我们 try 另外一个，就是红油面皮，我觉得很像粿条，你看很特别嘞，我喜欢吃这样的嘞。什么？因为我喜欢吃那个粿条嘛。嗯。OK， 我现在放它的 sauce 啊，倒下去，我感觉是不是熟了？它有给这个嘞，它还有给一个 fork。OK， 现在我就是搅这个面皮呀、啊，哇，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这样嘞。哇，这个够辣，它很有嚼劲啊，你要嚼很久哎，这个我喜欢哎，因为可能是红油抄手的关系，嗯，好吃，它的这个味道很均匀，很好，嗯，而且这个很 special 嘞，哈，好、哦，它的那个 texture 不像那种 Maggi 米酱的 texture， 那个面的 texture。OK， 现在我们 try 泰国的 Maggi 米，还有这个是 porridge， 所以这个是 shrimp tom yum flavor， 连这个是 salted egg porridge。OK， 现在我们来 try 看看 ，OK？ 啊，泰国的 tom yum 是不会 go wrong 的啦 ，confirm 的。我们新加坡人每个人都很喜欢吃 tom yum 的。对对。OK， 现在哈、哦，这个我要 try 它的那个 soup 的味道。哇 ，tom yum 好吗 ？The best。The best 啊。呀、yeah, ，这个是 confirm 不会 go wrong 的，你看，啊。哇！我相信这个应该很多人有吃过了，这个，因为、哦、泰国很多人去泰国都买 Maggi 米的，买 Maggi 米回来的，这个我可以吃了，这个好吃。把那个汤啊，那个汤是它的灵魂哎 ，It's the best。OK， 这个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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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OK， 现在我要 try 这个是 salted egg porridge。为什么 Maggi 米为什么跟 porridge？什么关系呢？哦，刚才我看到那个 porridge、哦、很 special， 有 salted egg porridge， 你们听过吗？没有。哦， special。OK， 我们现在来 try 看看啊。咸咸吗？它不会咸呢，因为你看啊，有时候、哦、salted egg、哦、太过 over 啊，你会很怕的吃了。这个不会嘞。它的味道很重嘞。啊？会吗？会。很咸吗？不会。啊，它的 meaning 是说有那个 salted egg 的味道，但不会咸，真的，我觉得这个 OK， 你还可以吃下去。这个蛮 special 的啦，这个可以。而且很滑，它的那个粥很滑，很好吃，我觉得不错。I think 我不用用汤匙，我这样喝就喝完了，好像喝水这样。OK， 现在我们 try Japan 的 cup noodles。No Japan 哦，很 sweet 的嘞，哈东西。我觉得他们的 Maggi 米的包装啊，他们的最美。嗯，他们很美的，好像你看，拼拼啊，你看看到 strawberry。OK， 我们给你看啊，这个是 mentaiko 嘞 ，mentaiko 是我也是很喜欢吃 mentaiko 的嘞。哎呦，这个哈、哦、很像 candies 嘞，很 cute 嘞，对吗？看到真侪 color 的哈、哦。
不懂是什么味道啦，但哈，要 try 看看。等一下我们开起来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哦，在里面。OK，这个呢就是 cream curry。OK， cream curry 我没有吃过嘞，因为我 either 是吃 cream， 我的 curry， 我加 cream curry。OK， 现在我们来 try 这个 cream curry 哦。OK， 我还没有开之前啊，我以为是 cream curry 就是嘎嘎味嘞，来跟它 carbonara 换哦，嘎嘎味嘞，连个咖喱也卡了。诶，这个好像你看。水水酱呢？我觉得，嗯，在后我加不加了哈，我先要 try 看看。嗯，没有 cream 的味道嘞，是看到咖喱的味道呢嘞。OK， 我 try 那个面 ，OK。那么好像咖喱米哈喏，白字。咖喱米。嗯，你有吃到 cream 没？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哈、哦，它欺骗了我的感情，因为我以为是哈、哦，挺 creamy and curry。的那个感觉了吧，这个我觉得太 normal 了，就是像咖喱跟米酱哦，而且它是比较那种不会说很浓的那个感觉哈、哦，所以我应该是不会买这个哎。OK， 现在我们来 try 这个好像 candy 这样的这个 cup noodles OK， 好、哦，那个脆脆的哈、哦，给你哈、哦、放在这边，你吃下去有那种口感啊，脆脆的口感这样哈、哦，对不对？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啊？是好像 yakisoba 这样，跟那个炒面，跟那个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他讲的，反正是不错，只是哈、哦，他就是放这个东西给你吃哦，哎，这小孩子喜欢嘞，这给小孩子吃，他肯定喜欢的，好像有一点层次感哦，它的味道也是很够哦，那个什么 yakisoba 的味道很，对，yakisoba 的味道很足够。现在我们 try 这个是明太子的 flavor 的 cup noodles， 明太子的味道，明太子、哦、也是不可以放它的，如果它太过重，很咸的嘞。明太子应该是也是不会 go wrong 的啦。不过我觉得啊，一个人吃一整个应该是会很腻，我们先吃比较好。Last but not least， 这个就是 from Taiwan 的 cup noodles， 这个呢就是花雕鸡面跟麻油鸡面。这个、哦、我跟你讲、哦、因为以前我 follow 他们去、台湾、哦、我有买回来吃过， is the best。 因为、哦、这个里面、啊、等一下给他 surprise， 他忘记了这个、哦、很多人去台湾一定买的，必买的，它还有牛肉的，还有什么啊，马汉全席什么都有了。 OK， 现在这个是花雕鸡面、嗯、我 confirm 你会喜欢的，你 try 一下它的汤。很重耶，这个、哦、真的是很香的花雕酒的味道。它的鸡肉我还看得到、哦。这个、哦、的 special 就是它有所谓的新鲜鸡肉在里面的，你吃是不是像新鲜鸡肉这样？不会新鲜的。OK， 现在是麻油鸡味，哇，你看还有姜在里面呢，枸杞姜鸡肉，我那一次跟他们去。台湾哦，我有买这个回来吃，我就爱上了这个麻油鸡的这个 ，ve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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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你懂麻油鸡哦？我有时常煮哎，一个时期我时常煮麻油鸡，因为哈、哦、Ben 很喜欢吃我煮的麻油鸡，所以哈、哦、那一次他疯狂我的麻油鸡，我可以说 almost 啊 every day 煮那个麻油鸡，所以这个麻油鸡啊，我 confirm 知道好吃不好吃的，和那个汤鲜。等哦，它哦，你看哦，不要看怎样啊，它里面还有姜片呢。然后哦，它的鸡肉也是，你看这个也是新鲜鸡肉哈、哦。等哦，它的面是一样啦，是那种幼的。那这个的锅底没派哎，所以它这个很消的，很多人哦很喜欢去。会不贵？应该是贵啊。贵啊，应该比 normal cup noodle 贵一点点啦、啊。不过你去台湾买哦，会更便宜，懂吗？所以哦。总结来讲啊，我现在跟你们讲啦，我们这样 try 啦哈，我讲我喜欢跟不喜欢，还有它哈，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口味嘛，因为 different people got different taste。But 如果你吃的不好吃，你不要说我说好吃，为什么你不？所以呢 ，today our taste of our cup noodles and is end of the end 。你最喜欢哪一个？有几个啦，就是这个，还有那个啊，红油抄手那个，几样啦，哎，你超过你，你只有这个对吧？我啊，我喜欢粥。哦，那个 porridge 啊，那个 porridge 也是不错，对，那个 porridge special， 呀，也是不错，也是不错。所以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可以 try 很多different type of cup noodles 啊，对不对？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my video。
d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my Instagram and TikTok。如果你们有喜欢我做什么还是去哪里，你们就 comment in my comments box below。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my vide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Bye.